继续来看家己三十二章，吼，要别记的三十二章。那么要别记的三十二章呢，开始即常常跳出一个少年人，吼，叫做伊利户。那么常常跳出来即、這个，吼，啊，到底是安怎样，吼？咱若看伊在发言的内容，吼，伊敢那是足早就坐伫边啊咧听啦，吼，因为咧讲啊，这個、老大人讲话，吼。中者咧讲话吼，啊，咱这晚辈爱安那点点啦吼，啊，所以伊拢一直无出声，安尼吼，啊，伊是安尼讲啦吼，来这安尼写，啊，这伊利户因为伫头前拢无甲咱交代讲伊是安怎来吼，因为伊拢伊是安怎来啊，所以啊，伊这个所在伊就稍微甲咱交代讲啊，伊是啥物人士啦吼，伊是倒位来的人士吼，啊，那么咱前边有看到迄个约伯吼，就伊利用三章。诶，篇幅吼，底下咧讲起伊家己的情，自证家己的情别吼。那么伊讲甲非常的确定吼，啊，所以三十二章一个开始，伊讲，所以这三个人就是讲约伯这三个朋友吼，因为约伯家己看做义吼，家己底下做义，就无要阁回答吼。啊，意思就讲好啦，记在你也无爱讲啊啦吼。嘿，吼啊，是安尼啦吼，伊拢无爱讲啊吼。这个时阵呢，有一个波西人吼，南族的巴列家的囝伊利户，约伯吼受气，因为约伯就家己做掠家己做义，无掠上帝做义，伊也约伯三个朋友受气，因为因想袂出来回答的话来，吼，所以要搁掠约伯做有罪吼，啊，所以。这个少年人吼，即有迄个少年人的特质啦吼，都足够受气吼，啊，所以这边也较受气，那边也较受气吼，哎，啊，伊的受气就是安怎，诶，约伯家己掠家己做义吼，啊，无掠上帝做义吼，啊，然后呢，约伯的三个朋友是因为因无话通甲约伯讲吼，啊，所以这句话吼，这个原文较无清楚啦吼，啊，讲妖哥吼，妖哥用约伯做有罪，啊，这个吼其实伊无原文内底无约伯啦，妖哥掠伊做有罪啦吼，掠伊做有罪。那么咱知影这款迄个古文吼，那拄着这款人称的代名词的时阵呢吼，咱在往头前看，看讲到底伊是代表什么人吼。啊，即个问题较麻烦，就是约伯嘛是查甫的用神吼，啊，即马迄个上帝嘛是用神吼，啊，所以即个代名词咧讲，哎，掠伊做有罪，即个伊到底是上帝还是约伯？吼，啊，即是无清楚啦吼。啊，咱的和合本吼翻译是翻译做讲掠约伯做有罪吼，吼掠约伯做有罪，总是，买当解释讲伊。吼、哦，伊就显明上帝有罪，安尼吼，就讲互上帝显出伊是有罪，安尼就对啦吼、哦。啊，所以这个是安怎多数的草本无要甲上帝，无要甲这句话当作是掠上帝最有罪啊，是讲显明上帝是有罪，安尼吼，伊这甲咱的信仰有关系啦吼、哦，因为咱的信仰通常是掠人最有罪，无要掠上帝最有罪嘛吼、哦。啊，所以伊这个所在就是讲。那伊要解释意思，就是因为因无话通讲吼，无话通来反驳伊个约伯，所以吼，煞互上帝显出讲伊敢那是有罪款安尼啦吼。嘿，啊，这两种解释拢会通吼。那么这个伊利户伊个名的意思呢吼，就是讲伊是我的上帝吼，安尼就知影讲伊这名甲古约一个先知的名作成的吼，古约一个先知的名叫做伊利亚。对吧？哈、那伊利亚的意思就是讲，耶和华是我的上帝哈。啊，这个伊利户的意思是讲，伊是我的上帝哈。啊，伊的老爸呢？哈，叫做巴列家哈。这巴列家的意思就是讲，上帝祝福的意思啦哈。上帝祝福。好来，啊，这是伊的背景哈，来甲介绍讲，伊就是这个人的囝哈，这个人的囝。那么，伊受气的原因，伊要发言的原因哈，就是伊感觉约伯讲了不对。啊！伊嘛感觉这三个朋友安怎无尽责任，无尽着责任啊！所以吼、哦，伊感觉伊无讲袂使吼。所以第四节讲，伊利户要甲约伯讲话，就听候因，因为伊比家己，因拢比伊家己搁较
年岁较济吼。啊，这就是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吼，啊，大是大人讲，诶，大人咧讲话是囡仔爱点点吼。啊，这伫中东的地区，这是啊，卖讲中东地区啦，伫即个较封建的社会内底，这拢是规范嘛吼。嘿，就是讲伫公众的中间，囡仔是无发言权的啦。吼，啊，这会当讲话拢是啥物？内底上老的吼，长辈才会当讲话吼。好啊，所以这伊有照规矩来。哦，伊直接咧讲吼，讲这一方面咧解说讲是安那，即个伊里吼头前拢总无插嘴啦吼，伊就伫遐听即个老大人讲吼，啊，总是第五才讲伊里吼看见这三个人嘴无话通回答的时阵，就对因来发受气吼，啊，意思就讲恁也遮低落吼，嘿，那无法度，伊这伊到他无法度来发言啦吼。所以伊利侯看见这三个人的嘴无法度讲话时受气，所以咱看到第六节，伊讲波西人把列家的囝伊利侯就讲，伊就开始解说吼，我少年，恁较侪岁吼，恁老，所以我娘唔敢用恁来讲我的意见。我安尼讲，年老的就爱先讲话，岁数悬的就爱用智慧来教示人。总是人的内面有灵，全灵的气，予人有聪明。尊贵的无拢有智慧，岁数悬的也无拢会明白公平所以只，你有发现着讲，即因即个讲话拢爱先小话喏，开一个吼，开一个。哦，我尊重你年老，总是吼，你都年老都讲不出智慧的话出来吼。嘿，啊，所以这。敢那是意思来讲吼，我迄、那个孟子有讲一句话，讲什么？与其好辩哉，吼，于不得已也，对吧？吼，伊讲我敢，而且还硬爱跟人烧钱吼，我是不得已的，对吧？吼，啊，所以这伊里吼意思来讲吼，我嘛不是足爱讲的啦吼，啊，实在是听拢袂落吼，啊，恁这吼年嘿德年高总是望不中吼。所以恁就是无讲出智慧的话吼，所以尊贵无拢一定有智慧，岁数悬的也无拢会当辨别公平，到底是啥物吼？所以我要讲，第十节讲我要讲，恁得爱听我的话，恁来听我，来听讲出我的意见，恁得爱查究所要讲的话，迄时我听候恁的话，认真耳孔来听恁的辩论。留心听你，谁知你中间无一人有法度降服约伯来驳倒伊的话，恁千万唔通讲，阮找着智慧，上帝赢过伊，人却袂话。吼、哦，伊这款的拢是咧讲，你看伊这讲话吼，拢是用讽刺的这个语气咧讲的吼，这拢是讽刺的语气啦吼。意思来讲吼，啊，虽然阮并袂赢你吼。虽然阮无法度甲你说服，总是安那，上帝会啦吼，是到你家己去面对上帝吼，上帝会吼，约伯无搁按我前边，我也无用恁的话来应答因，应答伊，因惊奇无搁回答，拢无讲半句话，我兼因为因无讲话，徛条就无回答，还搁咧听候呢。我也要应答我的一份话，来讲出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满伫我的腹内，我内面有灵在激动我，我的胸坎亲像短酒，无出气的香，佮亲像新的皮囊在要逼你，我也要讲话，予我爽快，我也要开嘴应答，我一定，我无要看人的前面。也无要抱他人，我唔知安怎样抱他，做我的主要紧紧来督备我，吼、哦，我若是安尼做的时，吼、哦，就安尼。所以这个所在要甲伊先办身办足长吼，那么办身办足长的意思就讲啦，讲伊即马过来后壁要讲，伊就过来吼，伊讲六七章，吼、哦，后壁拢讲六七章，家己一个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吼，拢无互插嘴。啊，嘛无人甲伊插嘴吼，哎，啊，到尾伊讲了，先甲换上帝跳出来讲啊，嘿啦吼，啊，所以伊直接所在，伊要先
先交代吼，是安怎伊以前呐拢点点无讲，毋是伊无智慧，嘛毋是伊个内心吼无物件通讲，嘛毋是野化个灵无伫伊个内底，所以伊无话通讲，拢毋是，是安怎？伊尊重即个社会规范，吼、哦、老人吼，即、哦、你若讲话都是无拍算安怎？即为老者不尊吼、哦，啊，即个人安怎？无啊，无要讲出一个较有智慧个话吼。哦啊、所以伊不得不吼、哦，啊，因为啊啦，伊个内底吼，已经拢积伫内底啊吼，所以不得不安尼来用啦吼、哦。啊，所以咱看到伊讲，我最后伊讲，我讲个话拢是安那真个，我毋是看人前面，就是讲啦，我毋是看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吼、哦。啊，我毋是照人个意爱咧讲，我嘛毋是要讲欢喜，我要讲啥？讲真实个代志吼。啊，即头前先办先啦吼。啊，咱刚才看讲，咦，安尼到底伊是要讲啥吼？好，啊，伊会受气就是讲，恁那三个人输一个约别吼，啊，无法度甲约别讲迄个问题是吼，咱伊虽然话安尼讲，咱过来后壁来看讲，伊讲的话敢有法度约别听会落啦吼？伊敢有影讲，伊讲的话约别就有法度来降服伫伊的话下面吼？所以呢，咱看33章开始吼，伊就开始要面对约伯来讲啊吼，啊差不多伊过来话拢差不多面对约伯讲啦吼，因为就无要插这三个朋友啊咧吼。来，啊这搁过去吼，33章、34章、35章、36章吼，一直到37章，吼，拢你来看到伊吼，拢总遮尔长的话吼，啊做，哎，敢若真像真正讲规百多岁吼，啊规无甲。偷偷的袂使啊，所以规个都拢甲拼拼出来安尼吼。好，安、啊、尼来对33章来看，讲伊到底是要讲啥物吼？伊讲约伯啊，请你着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即马要开嘴用字来发言。啊，我有阵时啊，拢感觉因即个古约地理文下作者吼，伫写字吼，伊就讲。唔知道是唔是安尼写安尼稿费较济啊，是安怎？哈哈哈！费字。系啊，我即摆要开嘴，要用字来发言，啊无你敢要用啥发言啊？啊，敢有可能讲啊无我用鼻腔讲话吼，敢、哦、是吼？哎、哦，嘛无啊，我用字，啊所以因这吼、哦，我的言语要来发出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的。我的嘴要诚实来讲出，上帝灵做我，全能的开，予我得到活命。你若应答我，就站起来伫我面前来讲。我伫上帝面前甲你共款，拢是用土做成的。我无要用威严来吓你，也无要用势力来压你。我所讲的，我听见了。欸、你所讲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话。好、哦，所以头前伊即马开始讲哦，讲哎要变啊，啊、哦、我即马吼要开始讲话啊吼、哦。啊，你若听了袂爽吼，你会当站起来甲我应吼、哦。啊，唔知要变起来，站袂起来，咱唔知啦吼。嘿、哦，啊，总是讲你若听了感觉安怎吼，你随时会当安怎起来甲我反驳，敢是吼？会、哦、当起来甲我反驳。啊，我也无要用威严来惊你吓你吼，也无要用。我的勢力來壓你吼，不過吼，我是感覺怪怪啦吼，是啊，讀到這也是感覺怪怪，是安那怪怪呢？伊若是一個少年人吼，啊，若佇古早迄個古早的社會內底，少年人他有甚物款的勢力通壓老人？吼，啊嘛無甚物，嘛無甚物威嚴通去嚇老人啊，敢是吼？啊，所以除非伊个阶级，伊少年，但是伊若阶级较悬，就有可能。啊，都是伊嘛，无甲咱讲伊阶级偌悬。伊无讲伊个阶级啦。系啊，啊，若约伯应该是嘛是一个族长啊，所以伊嘛是应该是足大个吼。哦，啊，佮讲吼，你若是听袂落吼，你会当徛起来吼。哦，啊，我甲你同款，拢是上帝个手所用土做个尔，定啦吼。啊，所以我无比你较大，啊，你嘛免惊吼，啊，咱会当好好啊来讨论。啊，问题是吼。对，咱拄仔讲吼，对33章开始一直讲到37章吼，伊拢无机会互讲咧吼，伊就做伊家己一直讲吼。
安讲哦，你阿姨来讲就好来，你所讲我拢有听着，所以吼、哦，伊甲第九十到十一章的吼、哦，来甲伊摘要吼，摘要即、這个迄、那个要别讲的话啦吼，伫、哦、第九十到十一章吼，伊安那摘要吼，讲、哦、我是清气无有过失的，我是不过的，我内面拢无罪孽，上帝找机会攻击我，用掠我做伊的对敌。将我的脚控迄个什么？脚拱吼，咱应该讲是脚拱啦吼。手叫做手铐对不对？啊，脚我会记你敢叫脚拱嘛吼？吼，阿皮。脚铐呢？脚铐啊？嗯。哎、欸，所以迄、那个我刚才捌看过伊迄个脚吼，铐掉了中个一支。或是铁链啊，或是一支铁啊，就是两个脚铐的脚。本来那是现代用铁啊做的，才有迄啊。古早咱嘛是迄款安尼，茶顶啊一片迄啊，一片中两个空对无？两个拜年神总甲曲咧，脚是安尼嘛。啊，手是用铁链啊链嘛，啊无就牙结有无？迄叫做结啦，敢是？哦，牙结嘛吼。迄牙结是出力的是较牙嘛，啊你若伫内底，就是用甲你练练嘛吼，脚扣啊，手扣吼，啊我记得迄个物件叫做，迄固定的啦，迄当扣落啊，人脚底下当个扣起来，迄款嘞叫做拱，迄款我会记得叫做拱。嗯，好，无要紧。啊，哦，伊开探我一切的道路，吼、哦，所以伊第九十到十一章吼。哦是伊利亚在 summarize 这个约伯伊讲的内容啦吼，啊，所以伊讲伊听见约伯讲的，就讲我是清气无过失的，我是无辜的，伫我内面拢无罪孽，是上帝找机会攻击我，掠我做伊的对敌，将我的脚上弓吼，来偷看我一切的道路吼，好来，诶，安尼这款的。这款的摘要安那，咱感觉伊摘要了对无？要别干阿讲这尔呢？不记啦吼、哦。来，啊，伊的回应，过来就是十二节以后就是伊的回应吼、哦。我要甲你讲，吼，我要回答你。你讲话咧无道理，因为上帝比人比较大。你为什么会当甲伊争论呢？因为伊个代志都无对人来讲，上帝讲一摆两摆，人无理会。人倒伫眠床顶睏的时，上帝用梦甲夜间的异象来开因的耳孔，将着爱受的教训印伫因的心内，予人无趁家己的计谋，无行骄傲的事。阻挡人无陷伫坑里，无死伫倒下。人伫眠床顶受刑罚，骨头袂痛痛痛吼，骨头会痛痛袂停。直到伊个嘴野神食物，心厌恶好个滋味，伊个肉消散袂当阁看见。以前毋捌看到骨头拢扑出来，伊个灵魂挖滚深坑。伊的性命近在灭亡，哦，哎好，来咱看吼，伊即摆咧讲啥呢吼？头前伊直咧讲吼，你讲话安尼无道理啦，吼、哦，你讲上帝甲你攻击，吼、哦，你无道理，吼、哦，啥无道理？因为上帝比人较大，只吼、哦，上帝比人较大。啊那吼，大概拢要摕一支王牌出来切吼，啊，这位人就免讲话啊，敢是？其实上帝什么拢无讲，无啦，当然啦，总是咱即马是讲人甲人中间爱互相说好嘛吼。对啊，你讲讲切红白，拢系啊，上帝拢无讲，啊，拢家己人拢家己甲上帝。啊，讲啊，上帝因为上，你讲这个话无道理，因为上帝比人较大，啊，所以较大讲话就有道理。啊，事实上帝拢无讲啊。
就是人迄、那个迄、那个搬上帝出来讲，迄、那个人咧讲诶，都毋是上帝伊本身咧讲，是人伊认为伊是替上帝讲。无啊，即个问题是讲，人来用即句话甲你讲，你敢听会落啦？笑笑哈，迄是你讲诶，毋是上帝讲诶，安尼。对啊，伊人伊迄、那个讲话嘛，本身嘛是人嘛吼，啊伊。对啊。无毋对啦，即嘛是讲。啊！伊是哪要用安尼去讲啦？哦，伊就比如讲，我今日甲你讲，啊，你毋免讲，你讲这拢假讲，你讲这无道理啦，因为上帝都比咱较大啊。啊，所以人袂使讲上帝呢吼，因为上帝比人较大。老师，我感觉人讲话通常拢会借一个权威来加重。迄、那个我讲话的气力，嗯，哦，上帝讲的，圣经讲的，爱因斯坦讲的，什么什么人讲的，老师讲的，嗯，囡仔嘛拢学的，讲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嗯，人拢会借一个权威，迄个拿一个权威来加重我讲话的气力。我即摆是讲，我当然这是对啦，我即摆是咧讲的是样代志，咧讲，今仔日若是约别伊甲你讲，啊，你讲这拢无道理，因为上帝都比人较大吼，啊，你敢听落？你嘛听袂落啊！啊，你听袂落是安怎？我若要用一款你听袂落的讲法要甲你说好，伊应该嘛不是说好，我咧想。无要甲你说好。无啊，他只是要甲你堵你的嘴尔，伊嘛无都甲你说好。啊，无都说好，要插你的嘴啦。伊想要插，比如讲对方想要插我的嘴。啊，我心不服，但是伊都暂时我嘛，互伊停解。无啊，人伊都讲我无必用管理甲你阿爸。讲啥？讲啊，就是。你袂记啊？你拢袂记啊？讲啊。看上帝出来，佮无用管理。哈哈哈！我意思是讲，这波若无好势，那伊当袂用这波啦。我说这是其实是做平常。还是对一挂人有效？对一挂人有效，因为多数人拢会用这招。啊，嘛有部分的人会去用吓去，无啦，去用说好人莫讲吓。哦，好啦，拢会使，反正伊就暂时无会通讲嘛。安尼咯。虽然不是完全对，但是嘛有部分的效果伫个。啊，这嘛是多数人拢会安尼讲的，用这招来。所以伊即马过来咧讲你讲即个话无道理，因为上帝比世间人佫较大，啊是头前迄句话，伊头前都三十一解摘要伊的迄个内容嘛吼，啊到底是过一方面，伊讲伊是无道理，因为上帝比人较大，是咧讲上帝攻击人这方面无道理吗？啊是咧讲你个家己是无辜的无道理？因为咱头前讲，我是清气无辜的，我是清气无过失的，我是无辜的。伊是咧讲这无道理吗？还是咧讲上帝找机会攻击我，掠我做对敌？这句话无道理。还是咧讲，哦，伊甲我的脚控脚扣，啊，监察我一切道路，安尼无道理。到底是过一句话无道理？讲出来拢无道理。拢无道理。Yeah.你这个摘要你几样名啊？你就摘要，遐拢无道理，好，所以上帝袂掠人做对敌，对吧？意思是安尼嘛吼，上帝袂掠人做对敌嘛吼。啊，而且安怎呢？伊讲你吼，上帝比人较大，所以你甲伊争论无路用啦，吼，因为伊的代志拢无对人讲啊。啊，这问题是伊的代志拢无对人讲。伊就好哪知，伊就好敢是。伊讲上帝拢无对人讲，啊，而且过来讲，佮后壁佮讲上帝一拜两拜，哦，人无背会，的时阵呢，人倒伫眠床顶，上帝则用梦佮异象，所以上帝无用讲的，是用甚物？梦佮异象来予人的。耳孔开，对吧？安尼将教训藏伫心内，所以上帝是用甚物法来方式？用梦甲异象嘛，吼，伊即摆在讲的是用梦甲异象嘛，吼。啊，目的咧，
就是不，让人无趁家己的计无，无惊骄傲的事，吼、哦、啊，安尼呢，来阻挡人无陷伫陷阱内底，无死伫倒个。哦，甚至吼、哦，就讲讲人倒伫眠床吼，去用刑法，意思是讲拄着病痛，对吧？吼、哦。还是讲拄着病，这应该是咧指讲人十九岁咧讲人拄着病痛，骨头哦痛疼无停，地沟伊个嘴亚先食物，哦心厌恶好个滋味，肉消散，以前毋捌看到骨头拢扑出来，吼、哦、啊灵魂离开哎灵魂深去，生命将近灭亡，啊意思人要活着吼。哦哦，伊是敢若啉君啊，定就是讲啊啦，敢若中文的成语叫做命悬一线，哈、哦，对吧？哈、哦，命悬一线啦，哈、哦。好，啊，这个部分伊安尼讲，啊，所以伊有讲哦，伊直接是在表达伊一个人拄着苦难，啊，是上帝予人拄着灾难，伊的目的唔是刑法咯，是啥物？是要甲人救回来，对吗？吼，是要甲人救回来，吼啊！所以这是伊的论点，吼、哦，伊哩何论点伫遮吼？所以伊在讲的无道理，是咧讲起你将你的所承受的苦难，你甲伊解释做上帝掠你做对敌，伊起手攻击你，对吗？吼，掠你做对敌，这唔对，吼、哦。伊咧讲个无道理，我个人呾对后壁佮读起来时，确实伫讲即个部分啦，吼、哦，确实伫讲即个部分吼、哦。所以伊认为人拄着苦难，有可能是对上帝来，总是安那，迄、那个上帝的目的是要创啊？要甲人对危险的所在安那救转来，吼、哦，惊你安那，佮愈行愈落去吼、哦，啊，甚至安那连白疼。多层，啊、哦，伊讲多层嘛吼，连白疼多层消散了吧，啊，搁安怎？搁临近死亡，这嘛是啥物？哎，这嘛是迄个呢吼，这嘛是上帝要甲人救回来作为啦，吼、哦。所以你若对这搁倒转去读的时，伊咧讲伊的无道理，应该是比较较侪是咧讲啥？咧讲你。讲上帝掠你做对敌，伊起手攻击你，这个无道理啦。吼、哦，啊啥啦？啊上帝吼、哦，唔捌对人讲话，伊若要予人知，拢是透过异象甲面貌，吼、哦，予人来知，吼、哦，啊，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个，吼、哦。因为上帝讲人拢听无嘛，吼、哦，上帝讲的人听无啦，伫古约内底吼。上帝伫出来及记内底，上帝咧讲话吼，干那摩西听有尔。出来吼，百姓听着拢是啥物？雷的声，大水的声，吼，出来拢听无吼。嘿，嗯，对个，牧师，这个，你讲，上帝咧讲啥，人拢听无？嗯。但是有的真嘛，就人拢宣称伊讲伊听到上帝甲讲啥。无，啊，这所有先知拢安尼讲呢。先知拢上帝话临到我有无？嗯。哦，上帝的话临到我，啊，若无先知出来咧讲话是拢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敢是？哦，这先知书内底的公式啦。哦。好，伊咧讲说，啊，所以伊是传达上帝的话呢，啊，所以伊佫讲上帝拢无讲话啊，吼、哦，吼，啊，因为伊讲一届、讲两届，人拢听无，啊，人拢听无，只好就爱用啥，用面盲甲异象的呢，吼、哦。你圣经内底嘛足侪解盲的故事，哦，有嘿，对吧？可见解用盲甲异象嘛，无一定会当互人了解。啊，就是，嘿，啊，就是爱有迄、那个。有上帝启示的人才有法度理解、了解，搁会当解释出来，那像但以理安尼。对啊，所以上帝不管伊安那表达，人拢无容易理解伊咧讲，伊要表达啥，其实拢，哎呀，人真正。就是伊这个所在吼，伊这段话咱顶摆才读伊
读伊伊里好在讲的这段话。那么伊这段话的重点就在伫安那，人其实听无上帝在讲啥，总是通过梦甲异象，上帝予人知影讲，你都唔好安尼行，你都唔好安尼做，吼、哦，啊你爱安怎做，你爱安怎做，吼、哦，又通过这个予人知，对不对？那通过这个予人知，甚至有当时啊，唔是讲通过异象甲梦予人知尔，佫会通过甚物？佫会通过病痛，吼、哦，会通过刀床予人知，吼、哦，啊，予人知的目的就是咩啦？莫予你行歪错嘛，无爱予你走，无爱予你行唔对路嘛，吼、哦。伊诶，这是伊里好，咱读到这个所在，伊安尼讲啊吼，伊的讲法是安尼嘛。所以吼、哦，伊咧讲，要别你甲上帝的看作是对的，安尼这是讲，诶，你看上帝，甲你当作对的，这个讲法是唔对的，吼、哦，这不合理，吼、哦。因为上帝袂甲人看作对的，伊也做这个代志，拢是为着要甲人救回来。所以，但是，迄是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好，就算讲苦难，伫咱的身发生伫咱的身上的时阵，人安那家己安那看迄个态度，其实是决定讲这个代志对我有啥物价值，伊要看做好就好，看做歹就歹。其实迄是人，敢毋是人？对啊，所以。圣经提供无同款的观点的意思，就是要予咱去知讲到底过一种观点是上界会当帮助人伫苦难的中间，搁重新得到归来的啦。哦，你讲人伫苦难中间，拢嘛是想要对迄个所在挣脱，然后重新搁徛起来，是讲重新搁得到归来嘛。这人拢有即款的愿望嘛。啊，伊即马内底圣经内底有提供足侪对苦难无同款的看法，啊，通过苦难无同款的看法来得了解你所信的上帝。即个问题就是讲，好过一种的观点，上界会当帮助人，佮有开达起来。哦，比如讲咱即马只有至少有两种观点，一种就是讲，上帝甲我当作对敌，一直甲我拍，一直甲我拍，一直甲我拍，对无吼？啊！我不过啊，上帝给我动作对的，你给我拍，你给我拍啊！然后伊里好提供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讲啊，无上帝袂甲人动作对的，伊敢会亲像是大人管教家己的细囝安尼，吼、哦，就是无爱予伊灭亡，吼、哦！啊，这到底过一种的观念较好，我所以较好就是讲对人的真。在这款苦难的情境的中间的生命较有帮助啊。苦难的。啊？苦难啊。苦难呢？反正拢嘛是咧搞拍，关键是一下拢嘛是咧搞拍。有当时啊，感觉上帝咧搞拍，我越挫越勇，对无吼？嘿，哎，我就是不爱上帝拍，我不爱拍输上帝，我就是要甲上帝赢，啊，迄个叫做亚国，对不对？到尾啊，无法度，嘛是去用改名改做以色列吼，就是。咱即马看毋是咧讲啊，啥物人所讲的会当完全代表上帝。我想圣经嘛不会甲咱讲这嘛吼，嘛毋是甲咱讲啊，过一种讲法才是完全代表上帝。即马是讲，偏偏拢是人的看法。到底过一种看法，上界对人的生命上有帮助呐？哦。啊，特别是安那对伫迄个患难中的人上帮助，到底是过一种看法？啊，头前三个朋友嘛是要另外一个看法咯。哦，这是一定是你有犯着什么款的罪，所以你紧认罪，认罪了，上帝就安那恢复你原底的这款的福禄啊福分，对不对？吼、哦，会紧认罪，得到福分，对无？这嘛是啊，另外一款看法啦。吼、哦，啊，所以到底过一种上解后去了？吼、哦，啊，上简单的应该就是紧做紧认真的较无代志，对无？啊，非得认罪认了，上也奉耶稣基督是咪界定保护的名，咱就安那洗清啊嘛，吼、哦，解脱咯，解脱咯。解脱咯，对吧？哈，咁是哈，啊，所以认罪他有甚物困难？吼，勇敢犯罪，好胆认罪，哈，啊，得到赦免，吼，咁是。难咯。哈。
吹到无困难。啊，这真难呢。觉得无困难。无我的重点，不是，我的重点是头前迄个勇敢犯罪。我之前有描述嘛，吼，就是讲，人提出各种的观点，了对中，再来找一种对人上有帮助的，对一种较上有帮助。啊，所以就变作讲，足侪人提出各自的观点了，到迄个当事人，伊甲家己去做选择，做排列组合。未通，嘛毋是未通啊，就是伊爱做出迄、那个，伊嘛是爱伊去选择啦。比如讲，大家进在座者，大家拢甲我讲意见，听，我听，到尾嘛是爱我做决定，我选择啥物要听，啥物唔听，啊，要安那甲遮个所有意见，我家己爱去排列组合嘛吼，甲组成一个我家己认为上有帮助的答案出来。对啊，啊那安尼来讲，上帝伫遮都无角色啊。其实嘛，无需要上台，反正大家意见拢讲给我听，我就来做决定。你的看法甲我的看法拢是因人而异啊。啊，白白迄句话，像你所接受、所理解，甲我所接受、我所理解，无同款。啊，嘛袂当讲你讲的唔对，我讲的也对，嘛袂当安尼啦。伫白白这样代志，伫你的观点所领受的。所决定的是你是感觉对的，但是伫我看的，无一定是拢对的。所以咱来用你来理解嘛吼，即所有的想法甲问题，应该拢是人的看法。到尾，比如讲人的看法，啊来伫收集伫我，比如讲我是当事人，我收集大家讲啊，来到我这是我家己做判断做选择。找出一个我家己的方案出来。啊，那安尼时阵，老实讲，上帝都放喺天顶了啊。无啊，上帝参与的角色。无，啊，问题是每一种看法，上帝拢参与伫内底咧。咩啊？讲参与伫内底。啊，因为那迄是人在理解上帝啊，是啊，上帝无参与伫内底。上帝一定参与伫内底啊！啊，你的，咱即比如讲，咱即比如讲，要笔记这三种的看法，拢是在讲起。伊安怎咧理解伊的上帝啊？对吧？啊，上帝的存在拄啊，互人袂当绝对化嘛。我说，甲你即句话，甲倒边，甲讲做讲，咱若相信人袂绝对化，上帝就可能当帮助咱找到较有弹性、较理智、较有弹性来找到好的方法。嗯。就是讲，人若无甲一个意见绝对化的状态之下，人就较有可能去找到一个较好的方法出来。对啦，因为吼，你有发现吼，迄独裁国家有无？迄中国最近才清楚，拢因为习近平的原因，对无？啊，你就发现到这就是安尼，人的世界内底，然后人做上帝时，悲剧就发生啊。啊，咱嘛是啊，是足感谢，咱台湾应该足感谢习近平遮独裁，对无吼？啊，伊算咱台湾民主的足要紧的推动的推手啦，嘿。好，伊若继续行迄款邓小平迄款迄个甲西方优先的路线，还是咱台湾今仔会足清楚。啊，这就是人类，这就是啥？你来讲，人若开始绝对化家己的想法，要取代，就是已经，伊变伫咧扮演上帝嘛。啊，所以就是因为人无绝对化家己的看，你才会发现到讲人有较有法度去追求迄个出路。所以咱就不要别记，咱即对即阵咱即个观点回头过来看咱头前看的，要别记啦。就是各说各话嘛，哦，
有票嘛，讲伊家己的观点，三个朋友嘛讲伊的观点，啊，着各说各话，一路来到遮。嗯。啊，比如咱即徛伫即个店来回头看，徛伫各说各话的状态之下，哦，头拄有讲啊，讲大家拢嘛想要说服对方，啊，其实拢说服不了。嗯。啊，即马佫走出一个听高金啊出来。啊嘛说服不了。唔知有说服无？咱唔知，就是讲吼，即个剧情作成，咱即马台湾的情景嘛吼。有哪色的讲哪色的吼，绿色的讲绿色的吼，啊，所以跳出来一个白色的讲恁哪色的歹，绿色的歹，对不对？你个白色嘛歹，哈哈哈哈哈哈，所以伊啊，嗯，哪色的受气啊，嗯啊，嗯，绿色的受气嘛，对吧？吼，啊，讲伊是白色的，嗯，白色跟咱，无，就是啊，你有发现对无？伊的歹，唔是讲伊批判唔对，我意思是讲。一起来，伊是爱当吸引遐济人，因为伊的批判拿甲批判力，拢有伊的立场啦。就是讲有伊有在地的所在，就是问题是安那白色囡仔就遮清楚，就是因为伊用独裁的方式在领导啦。吼、哦，伊就是一人政党嘛，伊讲的就遵守嘛。你得看一人政党讲的遵守，一定不管伊多起来迄、那个。迄、那个咱讲哦，这立场偌年啊，偌年啊有气力，到尾啊拢会行这个方，摆拢会行这个方向去。独裁就是这个可怕嘛。所以人爱学习吼，无将上帝角色放伫任何人的身躯顶。我说这句话啦，佮连接咱头来讲嘛，啊，结果足侪人其实拢会搬上帝出来，伊若讲这句话，拢讲上帝讲的。嗯，哦，上帝，我听，我启，上帝甲启示，上帝甲讲的，啥物啥物拢会搬，人拢会真容易甲搬一个上帝，还是啥物啥物权威来做我的盾牌，做我的力，来增加我的话的气力。无，即摆是上帝甲我讲的，这件代志若敢若局限伫你家己的身躯顶，即 OK。对，较大的问题拢是上帝甲我讲的，啊，你爱配合我，吼、哦，迄问题是出伫遮啦。伊要强制讲，别人听伊的上帝讲，伊若讲伊讲啊，上帝甲我讲，但是你免你免你听，你听唔听，你会当最后选择，当判断，这样子，安尼是 OK。就讲上帝甲我讲啥，啊，这个物件甲局限伫我的身躯顶。哦，因为你若很规性，跟讲上帝叫你辨别一切所有真侪所有人，啊是无要紧哦，你着照安尼去做，啊，这种无影响吼、哦，这毋是无影响啦，会影响着你啦吼。你做毋做无强制性。啊，就是你毋是讲上帝甲我讲叫你去辨别一切所有的，吼、哦，毋是安尼啊。叫我啊，叫我的意思就强制性。嗯。啊，所以迄个人安怎理解上帝？那是讲停留伫一个有限的情景的时阵，应该是较 OK 啦。好，啊，较麻烦的是，迄、那个你想要借着上帝绝对性来栽制别人的时阵，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好，啊，当然，我想要别记伊无在讨论这啦，伊较主要是咧讲，到底人安怎去认捌苦难啦？就讲哦，要别伊就讲，可能是因为上帝在甲我攻击，所以上帝啊呐，上帝一定make some mistake 吼、哦，嘿，伊可能那有叫迄、那个倒位无倒好，嘿，那有那有讲迄个讲一个迄个去笑话笑话啦吼，讲、哦、一个新妇的吼、哦，一个新妇啊，伊足爱错吼。哦足爱讲迄个 F word 吼，足爱错嘛吼，啊伊就爱伊足爱错吼，爱讲的拢会错安尼吼。啊有一届吼，伊甲一个修女两个伫迄个店的底下咧讲话，啊即摆迄个新妇佫无讲无两句，迄个错的就佫走出来吼，歹嘴就佫出来。啊吼，修女就甲讲吼，新妇你唔好安尼吼，上帝无欢喜安尼啦吼。我即个时阵吼。我一个雷都卡落来，你敢知？卡落来，我讲着收入啦。啊，天顶吼，都出一个声讲啊啦。
又打错了。哎，打井字。哎，公文嘛是错一句。哎，对，叉叉叉都打错了。所以，伊是感觉讲上帝可能什么所在去哦？去有误解，还是安怎对我有所误解？所以安那伊搞安那出手搞我攻击，搞我当作是对敌，吼、哦！而且搞我限制，搞我约束起来，是啊，是啊啦，佮予我拄到遮个艰难，啊，都是伊哩吼真显然，伊无伊上界反对的是上帝袂将人当作对敌，吼、哦！伊那是有出手做甚物款的代志，拢是安那要甲人安那求得倒来。哦，这是因两个中间的差别。啊，这两种对上帝的观的想法都无同啊。啊，当然，这两种的想法拢是为着要解释什么？要解释苦难。哦，所以要别基本上，伊就是伫迄个人要安怎面对解释苦难的点面顶，嘛，显出人对上帝的了解。好、哦，对。啊，这是要别记，咱读来个遮吼。啊，各种无同，就是其实嘛，袂讲各种啦，差不多三种的迄落啦。这三边又是一款嘛吼。啊，你经悔改吼，悔改了，你就会当得到上帝啊啦。下面你就会当来得到，来恢复吼，你以前遐的迄个烟花吼。啊，这就是啊，伊哩吼，就是讲你爱相信上帝啊啦。伊的作为，伊所做，伊出手所做的代志，拢是出自要将人。带回来，安尼吼，啊，这是伊的讲法啦吼。但是过落去，咱就看到二十三节了后的时阵吼，伊就出现一个真趣味的用法，叫做天使。好，伊讲到这个天使的问题吼，讲一千个天使中间，若有一个做传话，甲上帝同在，只是人所应该行的事，上帝就甲伊开恩讲。救赎伊免得到天，我已经得到赎价。啊，所以这个所在咧讲到这个天使的这个概念啦，吼。啊，这个概念到底是安怎来的？唔知吼，总是对伫两国之间开始吼，天使愈来角色愈来愈重吼，角色愈来愈重。那么古早你若看创世纪的时阵吼，上帝的使者拢是用人的形出现伫世间吼，上帝的使者吼。啊，就是这个所在就开始到两个之间，就开始有迄款的天使吼，啊，会生息啊，对顶面飞倒落来迄款的就开始产生啊啦吼，开始有啊吼，啊，所以通常啊，是啊，那天使爱生息吼，因为这跟教有关系吼，啊，伫真侪文化内面的神话吼，迄、那个神的书架拢是教，吼，拢教的形啦吼，是啊，那教的形呢，因为教是上界。就是世间的这些生物的里面，就是鸟类才有法度在天跟地中间来去去自由，吼、哦，来去去自由吼、哦。所以在这天跟地中间来去去的自由的种类呢，都予人看作是甚物？看作是书架吼、哦。所以耶稣受洗起来的时阵，啊，讲看到天开吼，圣神亲像怎样吼降落伫耶稣的身躯顶吼。啊，这基督兵嘛是，到尾基督兵吼，拢一定爱有啥物？爱有信嘛吼。啊，撒拉夫就是爱有三对信啦吼。啊，基督兵一对信，啊三对信的吼。啊，这到底上帝的属者是基督兵还是撒拉夫吼？啊，这都两种拢有吼。嘿，啊有三对信的，有一对信的安尼吼。嗯，啊当然是无同作品内底的无同款的表达啦吼。啊，这拢是上帝的声音。哦，这是啦，这是天使的观念吼。咱咧讲这个天使吼出现的时阵，伊讲有一千个天使中间，若有一个做团队，啊，到底天使有偌济吼？伊伫只只不是要甲咱讲一项代志吼，讲一项代志，就讲吼，即种天使中间足少的部分，若落来甲伫世间的时阵，传上帝话，互人知，吼，传上帝话，互人知。伊完成这个了后呢，上帝就会甲伊讲啊啦，讲。放伊去，吼、哦，就是讲无要搁甲纠缠伊个罪恶，吼、哦，伊嘿，所以意思就是吼，这上帝其实伊个重点都不在伫要甲人拍甲死啊，吼、哦，伊个重点就毋是伫遐讲要啊，你这个人吼，足
足迄落吼，要甲你拍啊死。伊的重点就是安那，要救小人嘛，哦，要救小人啊。所以伊甚至吼，伊若天使来啊，甲迄个人讲讲讲讲讲啊，叫伊倒来安怎啊做做做啊，即摆伊若照安尼做的时阵吼，啊，就哎，我已经得到我的属格啊，你得爱放互伊去，哦，你得唔免个啥物，你已经。你就放伊去吼，唔免阁一定阁改安那，阁定掉咧，啊，是讲改处理掉安尼吼。所以，当上帝当这个天使发这个声的时阵，咱看二十五节，你讲伊的肉要比囡仔的肉阁较幼，吼，伊就气怒翻腾，吼。所以安那，意思就讲伊的苦难就要安那过去，而且啦，恢复阁比以前阁较好，对不对吼？啊，当然，伊这就是咧指二十五十节，是讲咧人若辛苦病痛的时阵，伊头前讲伊啊啦，讲迄骨拢破起来，对不对吼？对，骨啊破起来，当然就是无肉嘛吼，就是讲皮包骨嘛吼。哎呀，就是安尼拢肉消散落吧，去安尼吼。啊，就是啊，伊讲哦，诶，病人的皮肤一定足歹嘛吼。啊，就是伊讲啦，伊特别可以恢复，恢复气脑翻动，而且啦，皮肤足水，拢唔免阁用 SK two 吼。所以，伊祈祷上帝，上帝就欢喜伊，让伊欢，让伊大声喊话，调见上帝面，上帝佫看伊做伊。所以你有发现着无？伊这个部分恢复，这个部分，佮伊头前三个朋友咧讲的拢同款。三个朋友咪讲，你都爱悔改了安那，就要得着，就要得着，吼，就要得着。那么，伊中间上界大个无讲伫对。上界大个无共，就是一个是看苦难是真做上帝刑罚，你有罪刑罚。总是伊这个所在，伊咧看的苦难是啥物？是上帝安那？惊你，可能是一款有风险的作为，就是无爱让你行入去歹的道路啦。好，对因的中间的差别，拄啊伫这个所在，一个是安那上帝，第三边有咧讲的是上帝甲你刑罚，所以你啊紧，你若悔改的时阵 ，OK， 好。总是啊，这个所在，伊讲当天使呐将上帝话传到迄个人的身躯、迄个人的身上，伊就照安尼去做。所以伊咧讲是讲，伊这个差别就是讲，这个人伊可能也袂犯错哦，吼、哦，也袂犯错哦，吼，可能也袂犯错。总是上帝惊伊安那犯错，所以安那先下手为强，先改安那动力。好、哦，阿姨呐有。听这个天使，还是讲对啊，对上帝来话啊，所有伊的生命，咱特别个恢复当伊家己的身躯顶，吼、哦。啊，伊所以伊这個差别多啊，敢那无用悔改来讲迄、那个，来表达迄个可能是罪恶，还是讲犯罪的结局安尼来听。伊要搁加添一个可能性，迄、那个可能性是啥物？可能唔是罪的结果，可能是啥物？上帝中文迄个成语叫防范未然的作为啦，吼、哦，啊，不过这嘛有够衰吼，啊是上帝是安那，是看你有可能犯错哦，吼、哦。我说，但是安尼，我突然感受到迄个什么，去年还是前年迄个无当部无迄个朋友嘛，火车冰车哦。上帝较无防范未然去解救一只火车，为虾米苦难嘛是发生啦？伊既然想要无苦难发生，来解释来讲，咱若照这三个朋友这个模式来解释，迄只普悠玛的代志的时，就是点名这个罹难者是虾米？罪人嘛，哈、哦，这三个朋友的，咱讲吼，这三个朋友的模式解释模式啦，哈、哦。就是讲苦难发生，这人是安怎拄到苦难，就是因犯罪，对不？敢是？嘛无必然呢，火车、冰车嘛无必然是。我即摆咱讲伊解释模式，咱即摆就三种模式。哦，就伊的解释模式，对不？吼、哦，就三个朋友解释模式，就是讲这人拢犯罪嘛，所以有苦难嘛。就约伯的模式，就是讲上帝出手攻击嘛，甲这个人有犯罪无犯罪无关系嘛。上帝甲这个人当作对敌嘛，安怎
什么原因该当作对点，无该说嘛，哈，就是讲伊该当作对点嘛，这是要别的无写嘛。嗯，好、哦，来过来，那照这个迄个无写，就是讲啦，防范未然嘛，伊里吼，对不？啊，要防范啥？防范受苦难人唔通阁惊唔着咯。啊，这是三种模式对苦难的解说嘛？我做迄个通常吼，比如讲全世界的空难飞机那些事，伊拢会做详细调查甲记录，啊了会做改善。嗯。哦，所以咱即目前全世，咱即迄个全世界的空难所累积的经验，变作是后来修改。技术也是修改法规的依据。嗯。所以，人受苦是伊哩好。如果用安尼来解说，咱用安尼来理解啦，吼，就是讲遐经验来做基础，互咱避免后壁的事故会发生啦。嗯。所以嘛，你咱会当拢想，拢会当是一个人的头壳去想啊，啊，标准答案唔知。不过我感觉迄是大数据呢，因为迄个经验，比如讲，不管是技术还是经验，拢是头前的错误较来改的。嗯。啊，是大数，迄是多数人。诶、欸。无，即嘛是。是一个人的想法。你即嘛讲即个物件，就是你讲起人对经验来学习，然后来得到改善嘛，吼，来做改善的工作嘛，吼，这是人的啦，即嘛。迄、那个部分，你即摆讲即个部分完全无牵涉到着上帝的部分哦，吼，无牵涉到讲上帝是安那有即个代志发生，无牵涉到即个部分嘛吼，嘿，啊即摆约伯记伊无安尼讲，因为约伯记吼，伊爱去解说一个上帝是接力所有世间万行事的上帝啊，迄、那个上帝是安尼啊，所以所有代志吼，若发生的时拢爱赖伊嘛，啊，拢归因根给伊，哈。所以伊就是迄个因嘛，吼、哦，即、這个代志，因为伊，那像讲一只赛火车的人，火车若事故的时，啊，就爱去追究讲到底是毋是赛火车的人的原因嘛，有可能是赛火车的人的原因啦、啊，吼、哦，嘿，啊，所以伊即个是因嘛，吼、哦，啊，上帝哪里了解即个世界发生甚物款的代志，即上帝拢爱负责任嘛，吼、哦，咁是安尼，吼、哦，上帝拢爱负责任。我即个是讲，真地是。上帝是即款上帝，哦，啊，无咱要怎讲是了？你是一切所有代志，啊，即摆你来讲好，啊，哪会予即个代志发生？即摆过来记得问讲，哪会予即个代志发生啦？哦，啊，即摆其实这三种的模式拢无法度说服所有的人来接受这三种个别的模式的存在啦。咁是，哦，你比如讲好，咱用你拄仔讲迄个培养嘛的迄个就好，哦，可能有人。足容易就解说讲啊，因顶面即个罹难者拢是有罪的人，吼、哦，因做代志的是上帝，所以上帝才会安尼吼。啊，这是上好、上简单解释的模式哦。这上简单解释，因为迄人死也袂甲你变啊，伊也袂起来讲无，我无。啊，较凄惨的就是遐无死的遐，啊，起来讲无，我唔是。啊！即摆过来，你即摆讲第二种的迄、那个，要别讲无，迄上帝纯粹咧攻击。哦，迄个时阵吼，迄神学的问题搁较大，是安那？啊，无恁这個上帝敢是慈悲怜悯疼痛的上帝？吼、哦，迄神学问题搁较大咧吼。即、哦、到第三一二号这个物件是讲防范未然，伊的防范未然，唔是讲咱要伫迄中间来得到合适，后壁人袂阁重蹈覆辙，唔是即款的防范未然。伊的防范未然就讲，无爱互即个人灭亡，啊人都死啊，对无？一弄袂起，就一下就死啊，侪人啊，啊人都死啊，要安怎解释这？所以我想有一个观念咧串联遮个事件的解说，就是人安怎看这个，人要安怎去解说这个苦难的事件嘛？哦，啊，前提是上帝是一个念力的上帝，地理的上帝嘛。
哦，今天上帝若无负传播责任，这新学上就好处理啊。哦，你像咱台湾民间宗教，哎，大家神拢有在管代志的时阵啦，很多人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对吧？哦，敢是？哦，你看迄个，你也看迄、那个，你也看迄个政府单位哦，迄时搞拢爱掠足侪人做伙来讲啊，疫苗接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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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啊，什么意思？大家拢无接种，共同负责，啊，所以都不用负责。对对对对对，所以啊，所以民间宗教，咱台湾民间宗教无这个信仰问题，伊无需要去面对这款信仰问题啦。哦，所以哦，咱所台湾民间宗教所产生的都得困难，要怎解决？叫做板书，对不？伊唔是去纠缠讲这个神爱负责任嘛？免，伊无咧纠缠这個，伊是爱去解决这个代志，啊，要安怎解决这个代志？哦，赵少康因小弟去学道的北去，对不？爱解决，啊，解决要安怎解决？找警察来撬，对不？因为警察甲学道的安怎？哎，因拢足有关系嘛，对不对？啊，有关系就没关系，对不？哎，所以台湾的。台湾的民间宗教吼，要处理代志的方式，伊唔是咧纠缠这个神有责任无，伊是咧讲啥？要安怎撬？迄办事就是咧撬啦，对不？你得是得一身，咁是拜托去生去种啊，官说，对不？吼，咁是啊，就是问题是道义信教无安怎处理啊？道义信教所有的代志拢是啥物人？拢恁神迄个上帝啊，对不？啊！因为伊在掌管宇宙万米的上帝嘛。好，所以这个信仰问题未发生伫多神的信仰内底，这个信仰问题一定是伫独一神的内底才有这款的问题嘛。好，啊，所以就会提出无同款的解说模式。提出无同款的解说模式，啊，这款无同款的解说模式，就会产生对这个神上帝的理解也无同款。我说我顶礼拜吼，早间班结束啊，落去含一凡，哪行哪讲啊，讲我认为，要别记伊唔是要甲咱讲一个标准的答案，伊只是讲。问一连串的问题，啊，让咱去想遐问题了后，结果嘛是无答案。但是重点是，咱有想过遮问题了，有可能咱的态度，对看神的想法甲态度会开始，较有弹性。嗯。哦，就是讲你无甲咱无甲神绝对化。嗯。伊无一个标准啊，无绝对化，但是重点是咱有学着一个态度，咱嘛无甲。咱虽然会当有看法，但是嘛无甲即个神，也是讲咱的答案甲标准化。嗯。无标准化，就是我答案来讲的。嗯。我们咱只是学着一个态度尔，无学着。总是即款的想法，当然在我看是较健康啊。哦，总是有真侪信徒是面对即款的情境会足无安全，会无安全感啦。哈哈哈哈哈！你讲个无正常的人，是无正常了。对啊，牧师你讲啊对啊，哎，那是对，那较健康，阿哥是无正常的。就是讲，西欧人吼，西欧人足侪，我看因足侪人爱开了帆船嘛，一个人塞一只帆船，阿就出去啊，四界神去海里面，四界神去冒险。西方人敢那因的生活、因的观念、因的态度，敢那是。就是喜欢冒险，嗯，冒险无一定，也许不带什么目的的啦，嗯，哦，因就是较自由啊，反正就是，比如讲是伊一个人啊，驶只帆船伫海里，啊，若碰到迄个风险，还是讲碰到啥物困难的，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伊若感觉，哎，这嘛是一种挑战，一种趣味。伊家挑战不确定，当作一种趣味，这是伊的态度。啊，有个人是选择讲，哦，袂使，迄去若有危险，
啊有风影，啊有会发生什么代志，伊拢讲哦，这拢尽量避免的时阵，咱就袂去做这种探调整的行为出来。咱东方人拢嘛，较侪标准答案，咱拢偏向较标准答案，所以对这种无确定的代志，咱就好无确定到底西方人家看这是探险、冒险、乐趣，啊，咱若无确定，同款是无确定，咱讲哦，这危险，这有可能会安那会安那。所以你要看，你要做对种人。最近三立吼，三立的迄个电视台嘛，啊，因都唔知讲几周年、三十周年、四十周年，我袂记得吼，啊，拢不时咧有咧做广告，啊，看三立台看故意的广告，就是伊的 slogan 吼，伊的口号就是吼，选择是一种幸福啦，吼，有通选择真是关的幸福啦，吼。啊，总是对迄个选择障碍人来讲哦，选择是一种恐慌，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吼，你都甲我讲我啦，讲到安怎去用就好吼。啊，你拢莫甲我问讲今仔下要食啥，吼，你都买回来，你揢回来我就食安尼吼，是不是？好啊，到底选择是一种幸福，还是被规定是一种幸福？看人嘛吼，是不是？所以。这趣味所在就拄啊，迄个无同款的文化。我感觉足趣味的是讲，这西洋的世界吼，像我伫美国咧生活，迄是独一性教的诶，即款信仰所拥有出来即款文化呢。总是吼，因的最高级永远是复数啦。吼，因的最高级永远是复数。啊，总是吼奇怪，佮独一性教迄个部分佮袂使复数。啊，总是因吼。伊吼，啊，若是迄个吼，咱伫东方吼，特别咱迄个华人的世界吼，最高级永远是单数啦。哦，咁是伊咯，讲这个是 one of my best friends 哦，咁是，这是我上好的朋友其中一个啦。吼，上好的朋友其中一个，啊，你咱台湾人的想法内底，我若讲这个是我上好的朋友，可能就无第二个啦。第二个迄个是最啊嘛。所以咱的罪吼，咱的上界尖迄个所在多单点啦，咱的观念吼，啊，总是伫西方的世界内底吼，伊的罪是一个平台啦，伊的罪是一个平台咧，吼，啊，所以这个部分就你就发现到吼，这款伫咱东方的世界内底吼，咱互人培养起来的观念，咱拢足够去追求迄、那个。有比官威的标准答案了，哦，对的敢那一项尔，上对的迄一定是一项尔，对不？哦，恁伊家在因，我来问对无？恁家在因对尔，因为即个来对我算官威嘛，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的课堂内底就是，咱的课堂内底就是蒋光超跟贝多芬嘛。哦，蒋光超就是，会当提供标准答案，迄个叫做权威。哦，啊，你若是一个好的学习者，就是有法度将权威的物件拢甲带入你的头壳内底。然后吼，考试的时阵，照权威所给咱的答案安怎写落来，安尼这就是好的学生，会当考到台大医科。啊，这不同，所以伫咱的世界，伫咱华人的世界内底，较侪是即款儒家所影响的。其实韩国嘛差不多，日本嘛无啥物，无较好势一撮。啊，总是奇怪咧，我怎啊才想到一个物件奇怪？伫独一性教的文化下面，孕育出来却是迄款最高级是佛所。啊，这就是吼，因将神。形而上，甲形而下，因这个所在分甲真清楚。神这个部分，咱无讨论，就是独一，或者咱无讨论，都是伫这个人的展处的内底无独一。吼，人的展处内底无独一啦。嘿，啊，这是西方的思考模式，予咱一个真大帮助的所在啦。啊，就是吼，要解决困难咯，嘿，要解决困难，嘿。
我现在也要不要用那款用中文表达得很好，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嘿这是我的好朋友，咱会讲这是我的好朋友，就是你若讲这是我上好的朋友，迄只咧只我拢存一个尔，对无？因为咱来用词，咱来用中文的概念来理解迄个词的意义，最好上好加一个，对。这是中文的思考模式啦。对啊，啊，这款思考模式会影响咱的信仰的理解呢？我感觉迄、那个会呢，这影响咱的信仰。所以咱无什么选在咱的内底，那伫官位的中间是无选择的空间呢。所以被规定是一种幸福。所以哦，足侪人哦，足爱问啊，牧师我敢通安尼做？啊，牧师我会使做这无？我会使做迄无？哎，这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一定要遇到一个很会规定的牧师，才会有幸福感，好不好？哈哈咱今日先到这哦，咱做来记得。主，我感谢你。好，阮伫你诶面前，阮会当真轻松，啊，真无负担，来分享，来交换阮诶信仰甲生活诶经验。祝阮感谢你，有心事阮好诶同伴，会当常常伫即款诶所在，啊，阮通过经文诶讨论，啊，阮通过分享家己无同款诶想法，就阮来得到启示，啊，阮诶心也通过即个更加健康来建立。祝也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头前的道路，保守我们每一日，我们会当打开我们的目睭，打开我们的耳孔，观看我们的生活四周围所发生的事，也让我们在那个顶面，我们通过思想，通过你的话，再一遍提醒我们，就我们更加会当在这个中间来得到更加多的学习，更加能认识你。主，阮今要四散，就等于到阮达人徛起的位，求主你会引带，你用平安来祝福阮，引带阮头前的道路，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